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五场国战啊，这个2v6官渡系列啊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最近啊，大家还在投稿那个驱鬼逐邪啊，我不一定有空出，所以的话暂时录像呢我先存着。最近一段的活动的录像啊都没有怎么去出了，所以的话也不太清楚啊有没有空。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。然后还有一些玩家啊投了一些手机录屏的那种。大家如果有印象，我出过一次啊，感觉就是整体的这个在电脑端啊去看的话，还是效果不太理想。所以的话，暂时大家啊，如果是手机端的那个互通版啊，也不用投稿了啊，不用投稿了，因为感觉还是出视频啊，有点不太步料不一致吧。好，这是前面的废话啊，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后面的局啊，那么。2v6啊，其实说白了也就是1v7加个队友，哈哈。那么第一局是由我们这个宁彻啊，26区玩家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是李典加曹操啊，点操啊，点操，还有全面操啊。那么一号位的话，八卦挂起一代劳弃了九，然后呢？为谋上家开出大男业，排，标一个飞舞，这小边弃损了九，无标一个妨。飞队友，那么直接一个男排主视角就开始吸了，手里再加上一个万剑，那一男一万在手，那么我们上家这边还在开从 A，成这事而种变，节奏啊，要么就想把你人搞死，从要事么呢而起。是想他开两个男排啊，会不会是甲鱼之类的？当然队友的可能性很高啊，队友的可能性很高。最后呢也是啊，兵粮寸断，空了一下上怠家，慢看之来啊。后，还望有包可能涵。就是队友，那么主视角继续开男啊，场上的各种三喜不卖，我们当然可以肆无忌惮的继续 A 出去，啊，继续 A 出去。那么队友曹丕呀，那么这样的话再配合一波三 A 在手，再配合曹丕放出，这一局轻轻松松应该不成问题的。何须得抱怨？那边呢翻了一下江我们山下风家，雨，这里啊没有去举杯邀翻一你号位，因为明的我们手里还有一张南蛮，所以这里曹丕呢愿可人能就相想呢，伴，哎，我何可时以抱哈、啊、怨？这一波南月蛮圆能够相打死恨，一号位，我就没有何必要须翻能他啊，可了？能是这个想法。那八号位有以桃德不报死，怨，能哎，尽能怨，哎，笑谈结果是赵真。愿云愿啊，那么这一相下逢，去选择了翻何八号时位，瞧不起能赵云一生啊，瞧不起赵云。当然各蜀国的飘话。零。深造看看天老头下儿无华桃，佗急救，蜀国当然也有可能啊，小鸡儿对吧？那么再来一下我关羽助救盈旗，哎盈呦，愿可啊，愿效那为。么手里的话我们还有铁锁，当然啊，这个铁锁只有一张喽，锁锁连环，想逃一劫啊，没有那么容易。那么主视角后面挂机减一九雷骚，要你有去无回，看看赵云主将会不会是庞统吧？如果是庞统的话，还稍微有点蛋疼哈。啊，毕竟兵粮，然后呢，可能没有托管啊，可能成还的真有大可能事是庞统，者，或者手里有不桃知酒，详啊，节。不是，好吧，那这个托管，除了一哎时之呦，话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还那为么什么？这一波开局的话，曹丕啊，看到主视角，嗨，父亲大任在此，那孩儿就来一发，对吧？一个完美的配合，二比多，那么再加上一个翻面的话，轻轻松松，后面呢就交给曹丕了。那这样的话直接顺手啊，锁锁连环，无论有基本就 game over 了。还确认一下啊，防止啊这个出漏子啊。那么杀了一刀华佗，那八一号位那边的众话，成大教事主者，哈，教主没事，不知详一节，身胆胆路略，无啊。师作伴，好，以最后的孩话，这边儿剩下一来个二爷，出但头，是个决手斗在此，尔等生死何这个决斗，看看二爷的信仰，哈，何愁信仰之战，一尔等受哈死，哈，这多少杀出去了？老母盈哎呦，看来最后啊，还是我们曹赐我丕一节，更胜一筹啊！这个手里我杀守够多成规，啊，够多啊！我很助感我兴趣，二爷盈最后卡了一张什么牌呢？愿黑愿武相器，报，黑武何器还须是什能么呢？了？在哪呢？在这黑装备啊，黑藤甲差不多了，好吧，这一局啊，这个是一轮游啊，太轻松了啊，太轻松。这一个 2v6 啊，其实我们出娱乐也可以的啊。来看一下第二局，由一区玩家 AQYZ 4B 提供的素材，4B，那主视角大卫双花，哦，哎，两个人哈，手势难怪是大卫双花，
哎呀头疼，哎呀这人皮肤怎么显示不出来了，头疼啊，两个人都是偏头痛啊，对吧，这曹老板啊，若青云之蜜月，小曹老板那真是小天心没有，哎，两个人都是，哎，老板头疼我也疼呐，嗯，来决斗比帅，下次注意点，决斗砸脚吃桃反馈加一挂起再杀一刀，可以吧这个开局，那么冰凉寸断还送上去判定木牌啊，嗯，火攻骚一下，早晚要还的，嗯，那么国帅桥，嗯，这一局啊万箭都不开了，这个万箭不开的话，那么我们直接还是打了一下三号位，三也不卖，就尽快放马过，给我挡着小乔，那么主视角的话直接啊给自己走天退之贼，此乃驱虎吞狼，这里永不被弃，找这里找徐胜去拼了。那么桃子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局啊，我们二 v 多上来就一波欧气满满，好，欧气满满。那这一波的话，直接送一波过牌啊给队友。那么当然我们说了二 v 多了，嗯，基本这里的话，这一局到了这个阶段就没有队友了。哦哦，再来一桃。有酒护体，对吧？欧皇啊，欧皇，哎，这一局真的是忘了放欧皇了。你们掷支笔看一下三号位的主将，乐不素贴一下主视角。飘扬若流风之魂血，那么司马的话，这一波大过牌肯定。哎呦，铁锁有属性杀不错，然后借刀顺手也可以了，南蛮入侵还到手。那么最后的话，这一波过牌肯定没毛病啊，肯定没毛病。搜索的话，哎，甲鱼的帷幕跳出啊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司马那个时候冰凉啊，好像是有一个毒条啊，当时我看的不仔细啊。顺手桃园，嘿，无懈保一下队友，再杀一刀。南蛮入侵呢，当然看不到贾大爷，主视角出杀了。五谷纷纷这个位置开五谷就不太合适了啊，这个位置开的有一点点的，嗯，当然他拿一个桃肯定是没有问题了，双头。甲鱼乱舞了，这个感觉自己啊也状态不好了，所以赶紧啊临死之前挣扎一波，主角卖出去，这个借刀呢还留着，然后是一张加一啊红桃牌送给司马给一波啊改判，接手，下次注意点。甲鱼这一波啊直接你奈我何，不好意思，有酒就这样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无中生有还留着了啊。那这里稍微就看五号位应该能乐中啊，有司马在嘛，那么我们这里除非无懈啊，但甲鱼啊不被吴国带应该来说也是贵啊，也是贵，这一波乐中好评，那么主持人继续来一发啊。刚才啊甲鱼徐胜一波操作呢，蜀群啊各自崩掉一个，那么剩下的情况其实就好打多了，以退曹贼，有埋伏啊，锁锁连环。那么这里最后的话，应该来说，你这里主视角啊，应该清干净一些罐，然后粘弩换粘弩啊。最后的话，你桃子吃起再去杀的话，啊，能够有一波劫命不错的空间。当然，最后啊，我们又是一波满血恢复，桃子可满啊，奸贼害我。那么这一波啊，又是没得话说了啊，没得话说。这一局二 v 多啊，你纯粹啊逃多啊逃多。关心这一局怎么这个皮肤都显示不出来啊，对吧，这个嗯，顺手啊，可能是我家里的网速的问题，不怕死就尽管放马过来，最终徐胜还是贵啊，那么剩下一个独苗的话，那基本投降啊，投降，对吧，没有机会啊，而且主视角这边只要刻意，当然你比如说司马掉个血到时候找他拼点一样的，对吧，你这空城在我们面前啊没什么用。好，那么这是刚才啊大卫双花对这个肉体的无奈哈，直接最后慢行一波赢。好，那么来看一下第三局，第三局的话看一下这个吧，嗯，这一局的话是由千雪那点点点点点啊九区玩家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太子加曹红神兽，我们太子带个坐骑，哈，带个坐骑，坐骑，三号位，
换来换去手牌哈、啊，防御是够的哈、啊，但是对于我们哈、啊、这种高要求的哈、啊、大魏国来讲啊，这个手牌啊质量还是不行啊。关键前卫其实还是正常摸装备比较划算一点。好，老诸葛的话去斗，骚一下下家，又是一张帷幕跳出。顺手撸一下八号位，最后呢锁锁连环猛来一发铁锁四年，火杀一刀主视角闪掉。老诸葛这个嘲讽拉的有点高啊，当然不排除副将庞统的问题啊，庞统的可能性。杀一刀甲鱼的话再来看南门，哼，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哀求吧，这个乱舞啊，他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个就有点倒霉了。其实那我们下将啊来杀了我们一下啊，最后呢反正还是坑自己。恐龙明世之风赵云，最后啊这里神仙难救，主公要成死开局啊，不得不死。贾大爷这个乱舞啊，就直接把我们队友曹老板给玩杀掉了。那么瞬间魏国呢，当然一个二 v 五哈，二 v 五，两边如今继续扫啊。那么主要刚才行商啊，老板还是有贡献的哈，至少行商在这儿。然后呢，但是手里这个货，下次注意点反馈啊，反馈其实手里没有特别关键的牌啊。那边陶吃起五谷丰登，强开一下拿一杀呗。这个时候主要就拿杀啊，带人头了，因为刚才毕竟乱舞清过场。但是这一杀的话有青钢剑啊，是直接撸谁，撸甲鱼啊，这边翻面不管他、可以啊，可以，这个可以了。那么这样的话桃子赤旗最后呢还可以给司马、啊、来一下护援，拼将性命、啊、也要保将军周全、那么直接的话当然属实要手里握有一桃啊，还是比较稳的。那么这一刀其实打得比较差评了，对吧？作为蒙挚而言，现在这魏国你打肯定翻赵云，那么关键这边还有个甄姬，那瞬间啊，甄姬跟司马姬一波行动的话，那这里应该来说比较轻松了。当然还是说啊，庞统的可能性并没有啊，并没有，想多了。来开局啊，倒是挺了一大狼跟刷一下。那我们这里当然希望啊，只要多过一张杀，那么有可能这边就有推的节奏啊，有推的节奏。九杀直接突下架哈、啊，走你，还有杀，那么顺手撸一下恐龙。最后的话，当然啊，这边主视角锁上自己，这个是满分操作，没有问题的。杀一刀恐龙，又送放逐赵云的话，就是你即使有能力，也让你一波崩了，一波崩。最后的话，桃园，哈，这里就直接完美收工了啊，收官了。冰凉村段，乐克四鼠，南蛮入侵，就直接开了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杀不动，对吧？这一波啊，这个非常好。甲鱼的一波乱舞打工，当然他开局啊被限制了，主视角一张神火杀也是他很尴尬哈，很尴尬。好，这一局当然啊，我们太子手牌啊行商啊放逐小发挥啊。来看第四局，有三七八区玩家人人九四提供的素材，主视角这边呢有蜀将，但是没有选，最后肯定是曹丕张合啊，这个一般大家都会选这么一个组合，那、对吧？行上之后巧变也不用弃牌，那、这是一般啊看的比较多。抱团的话呢，我们有自己的这种巧变，那、放逐。好，一号位的话直接加一挂旗，过山桥拆一下加一，然后并没有。但我觉得主视角你这里既然拆了加一啊，是不是考虑再带一刀呢？对吧？不多差这一刀。那不管了，万箭齐发开出，那边的话各种三血不满啊，当然我们今天就是关注系列，所以的话这个魏国哎，那能有多少出牌阶段有多条，那这主将很有可能啊小胖啊或者回其他有那种正毒，对吧？当然小胖可能性更高。貂蝉跳出藤甲挂起锁锁连环，想坑主视角，你藏好主将啊你就能赢。调戏了，那主角该出杀还是要出杀的啊！羡慕吧，羡慕吧，闭月啊！六号位吃桃，最后朱雀，
顺手撸一下貂蝉的藤甲，这里就针对啊，针对貂蝉了。郭嘉跳出，那我们这里啊，二人魏传已经集齐待发，举杯邀饮念旧情啊，对吧？一炮泯恩仇的意思啊。那么那边的话，没想到吧，底库摩来南蛮入侵哈、啊，对吧？直中红心，柔软之地，来南蛮入侵啊！这里的话，小胖嘛，小胖啊，而且刚才调戏呢，基本他这里啊，杀已经清空了啊，锁锁连环。再解掉九杀打上家，这里没有动下家好评啊，这里已经翻面对吧，已经翻面，这个时候就是控其他人、嗯、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那个极限翻盘还是天坑里面啊，那个杀的哦，好像是极限翻盘杀的那个被翻的庞统啊，当然我们主视角庞统了，主视角来投一波果山小小猪啊，小猪汪汪汪汪汪，好，那么杀一刀上家的话并没能带掉勒布斯鲁贴下，最后呢巧变弃牌啊，变化这一局目前而言啊，应该来说已经啊由二 v 六变成二 v 四，很轻松的一波了。那么后面的话整体两个人同时控牌，这里就非常漂亮了。那么后面像貂蝉这里还去杀下家，其实这里的话打得稍微有点问题了，然后调戏呢也差评啊，调戏也差评。这里啊，貂蝉其实比较坑啊。这一局我们二 v 六呢，应该来说貂蝉啊要背锅的啊，要背锅的。然后甲鱼被带走，很是尴尬。这刚才是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那么最后远交进攻一代劳啊，刷一下。当然主视角现在的这一个，目前而言啊，场上对于我们啊，这个应该来说貂蝉这一个点是最蛋疼的。用利用三尖拍死六号位，小型伤三排到手，可以啊，接到二人。这个时候反正能控就控呗，不能控就拉倒，弃牌。变化万，哎呦，这今天这个罢工的有点早哈、啊，天哪哈、啊，不好意思了啊，抱歉了。但这一局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看下去了，其实，主视角手里有无限有杀。啊，这一局我就不重放了啊，就不重放了。有无懈有杀，张飞的话打我们，我们首先还有闪，对吧？所以他这里应该是打不死我们。然后貂蝉调戏的话呢，也不虚啊，也不虚。所以的话，这里啊，我们就不重新回放这一局了，因为就剩四分钟啊，四分钟啊，就是主要是打那边。哎，这个太卡了啊，太卡了，抱歉啊。刚才是最后一局的一个官渡啊，啊不是最后一局未讲，还有最后一局是我们全雄啊，有一局玩家飞龙起脸提供的素材。这一局的话，主视角太后加教主，当然我们还有那、吴将啊，你像大师学生其实可以选，那大师这种你如果藏到后期藏得好的话，打起来也很顺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吧。主视角当然教主的话，这种被动防御啊，二爷一号位直接锦衣挂起，这种啊，蜀将上来就跳，哈，元 king 哈，万箭齐发，主视角呢这边赶紧按下去哈，赶紧按下去，低调行事。那我们已经看到队友了哈，恐龙，商家锦衣挂起。那么主视角这边的话，看看，哎，神八卦啊，神八卦。那这里一般。啊，结果弃了一杀啊，可能你比如说其他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留杀啊，留杀。那么这个时候出了大嘴，我们主视角肯定是出来跟他配合来一发了啊，配合来一发。而且这边的话，你打不死人，后面只要你手里有牌，还可以跟正毒啊配合一波。那么这边我们选择了先动郭嘉，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啊。主视角这一批呢，批是可以，但是选择上其实不是特别好。简直冲然后那郭嘉竟然就这么轻松的被带走 ，so easy 啊 ，so easy。那么大嘴继续开撸啊，那么这一再一撸的话，基本主视角的正图就有了发挥的空间啊。那么继续八卦判红，然后我之真气，天下大势。那么没有敢妄自动骑马玩啊，因为你这一动的话，你气光其实对于群雄比较被动。如果大嘴射到队友撸死的话，你这里自己啊，我们还能有机会啊，毕竟八卦在这儿。
好，先批赵元呗。刚才八号呀，感觉是一个，是不是一个那个小鸡啊？所以主视角这边你再去批小鸡的话，感觉也有点那个。不过呢，我们队友还可以继续 A 啊，继续 A。这一 A 的话，我们主视角，反正当然还可以再判一下啊。以我之真气和天地之丧换八卦了，换八卦了。这个时候换八卦没有问题啊，你后面就是桃子基本进攻，赵元和二爷的话基本正途，一个一个带啊。好，最后的话起来，走起来，走起来。莫非无兄命丧？小八放权，等小人想送哪个队友死？想送哪个队友死？二爷啊，来吧啊，来吧。谁要跟我争宠？还真有桃啊，这一个放权看来赌到了啊。先王，但是你庞统能逃得了吗？再来赌你。我不能让皇啊。就是不死，这一步啊，熊将的桃酒还挺多啊，挺多。那么九杀一刀，稍微有点蛋疼了哈，有点蛋疼。不过呢，好就好在啊，我们这谁要跟不信你还有哈，他真再有的话，这一局真就是啊，欧皇大树啊，欧皇大树，名叫麦城。哇，这么多鼠将啊，这么多大老鼠，我们是捅了个老鼠窝，硕鼠硕鼠，无时无鼠。那么。三岁贯如莫我肯顾啊，那么我们就到了哈杀鼠大会，哼，一大狼来。最后的话我们可以火柴桥这里是不是可以考虑啊，直接带一个啊，带一个，真没意思，别打脸，难买入侵，手里有的是货，而且有桃可以保。那么庞统也贵，剩下一个黄忠啊，基本没有机会。两张乐不素可以坑他一张冰凉再压一下，最后呢可以再留一张乐啊，再留一张，没有再留乐了。若非无兄命丧，当然也没有问题啊。区区尔等小人，安敢欺吾？放箭！啊，安敢欺吾？围攻助我！天下大事，唯我所不服。好吧，最后啊，再来一个雷击，完美收官啊！当然这一局我们二 v 六呢，当然就提升来就是，无非他就是我们核心，怎么能少得了你呀、啊？好，今天的这个简短的国战 RB6 啊冠度系列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最后的话就谢谢大家，偏娱乐一点。